不能用洗涤剂。哦，也不能用漂白水，也不能用水洗。不能用水洗。要不我陪你件新的吧？行啊。我不行，我有点心疼。不心疼你能长记性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有多危险啊？还不是为了帮我们田林渡过难关，谁知道吃顿饭的功夫还能出事儿？谁会正常的把业务给你啊？田林是家什么医院？你要名气没名气，要关系没关系，要实力没实力。合作的前提是双方实力对等。 所以田林想要跟有实力的公益组织合作，你首先要先强大自己，不然谁都不会找你。是是是，你说的对。衣服就不用你赔了。但，我希望下一次再有相同的事情，你要提前告诉我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你要相信我，知道吗？嗯，一定一定。我九点离川还有会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 你就穿这个去，不然呢？我没时间换了呀。你等一下。好了。认真的吗？认真的。你虽然是绿川的副总，但也是田林的一份子，贴上我们电标正正好。哦。 昨天要不是你及时救我，我就完了。谢谢你啊。昨天我没救你。啊？路上小心啊！ 等我一下啊，先别删。慢点。你先别删。这怎么弄？雨贤，你出去一下。啊。我有话跟小沈大夫说。昨天的事情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哎，不用那么客气。 谁告诉你的？是田梅兰，甄一凡，还是我哥？你哥？我哥呀，对呀，这我也姓沈，他也姓沈嘛。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。是你哥，他亲口告诉我的，说是你救的我。那他还算个人。我的意思就是他很正直。你也很正直啊，谢谢你。 那你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你看啊，我不光救了你，我还被那傻子打了一拳，我还排了好几个小时给你买那个网红的芒果冰沙，你怎么报答我啊？那你喜欢吃什么？喜欢喝什么？做我女朋友？不可能！你考虑一下嘛，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。我考虑了，还是不可能啊。 不过除了这一点，我其他的都可以报答你。
行了，我们俩两清了。回头我也给你买那个网红的芒果沙冰啊。哎，嗯，如果要是沈秘昨天做了我做的事情，让你做他女朋友，你会答应他吗？ 他才不会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呢。这次峰会很重要，咱们呢得好好准备准备。 沈秘啊，你衣服上这个商标是咱们集团的吗？不是啊，这是我们集团在开会，你带别人的商标合适吗？今天不是各部门过来汇报工作的吗？我作为一家宠物医院的投资人，身上带有一个这家医院的专属商标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。沈总，人都到齐了，要不然进入正题吧。嗯。 我向诸位汇报一下研发部的工作进展。自从顾明泽博士加入之后，淋巴瘤靶向药的研制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长足进展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成品药就会面世。所以这次泰国兽药峰会，这个靶向药我们会作为重点推介项目。顾明泽博士呢，也会主要负责推介。 作为以前研发部门的主管，沈秘啊，这次你去吗？去啊，为什么不去呢？你以什么名义去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来，下个议题。 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下个月呢，你得跟我一起代表田林动物医院去一趟兽药峰会。为什么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太有必要了，尤其是对现在的田林。顺便带你去开阔一下你的眼界跟思路，跟更多的强者学习一番。最主要的是，有你感兴趣的全球连锁的宠物医院也会参加，而且都特别的知名。哦。 你不会是想要开始大力的栽培我了吧？是不是看上了我的某种潜力和成长？别自恋了，行吗？你离合格还差108000里远呢，先合格了再说吧。哼，兽药峰会。